很多老铁反映，沙丁带久了会不会生锈，是不是铁做的？既然老铁有这样的疑问，那么我一定要正式给老铁们看一下。今天我们把我们家的金店同款的貔貅融化了，给老铁看一下是不是真正的里外一色。老铁们看一下，我们家的沙丁貔貅融化之后呈现的颜色是金黄色的，里外一色，保色不掉色，无论你怎么戴怎么磨都是不会掉色的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，双击加关注，每晚八点直播间可以先领个戒指回去看一下品质，觉得满意再来回购我们家其他沙丁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。有很多老铁在质疑我们家的沙丁是不是里外一色，保色不掉色。为了解答你们的疑虑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现场切开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沙丁品质到底如何。这个是市面上的假沙丁，切开里面是白色的，而我们家切开里外是一个颜色，真正的越南沙丁。有很多老铁肯定会说，买不到你手上那件，这么多的貔貅，你还怕买不到我手上这件吗？貔貅招财纳福，寓意也是非常好的。如果看到这里你还不放心，每晚八点直播间先免费领取咱们家戒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最近很多老铁想买沙丁不敢买，就是担心买到假货，怕掉色。是的，现在市面上假沙丁真的太多了。今天我们就现场把我们家金店同款的貔貅融化之后，给老铁们看一下我们家沙丁的品质。我们的沙丁都是采用优质的越南沙丁，真正的里外一色，保色不掉色。无论你怎么戴怎么磨都是不会变色的，因为它是真正的里外一色，保色不掉色。老铁们看一下，真正的越南沙丁融化之后里外呈现的颜色都是一样的，无论你怎么戴怎么磨都是不会变色的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，双击加关注，每晚直播间可以先免费领取戒指一枚，回去看一下品质，觉得满意再来回购。快将尘埃打落，别将你淹没浓烟，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，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快将尘埃打落，别将你眼眸弄脏，或许把谈笑中